结果发现用的是别人。我们放一下腾哥的这个语音导航。哎呀，千万别，哎呀，放一下，放一下。你的电子哈基米前来报，快带人家出发了呢。准备出发。遇到新能源车主，我就是想多交流，可能就是跟你来电。哟，超速警告！哎呀，给我降下来！超速了，超速了！前方行驶缓慢。咱就是一个普通司机，不要乱假装开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哎，前几句还挺深情，后来就回归本色了。我自己听着闹心。小童学一个腾哥的语音导航，你不老听吗？你的电子哈基米前来报道。快带人家出发了啦！不行，缺少点你腾哥那个精髓渐渐的味道。精髓渐渐的味道。遇见新能源车主，遇见新能源车主。小童，那么就是跟你来电，来的还是交流电，超速警告哦。驾照上的分多了是吧？你给我降下来。这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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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真的好，这真的好。哎，小童模仿能力是强啊！他最牛的还是小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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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呢。越过山丘，虽然你白了头，喋喋不休。一定不会放这首歌，这首歌应该也很熟悉，《鬼迷心窍》。哇哦，请出歌。阿郎，你会啊？我真是不会。一号车，一号车，漂亮。哪句？我刚才没听歌，没听歌。琢磨琢磨琢磨怎么报复他俩了。就我会吧，这歌，就我知道这词吧。我不说，我不认罚，要的就是全军覆没。来，腾哥，我们团结这一次好不好？腾哥，放弃，放弃。只有我会，我放弃。那你一会儿回来。证明你是会的，我不会了又能怎么样？你给我下刀子吗？主动放弃就是拼了，是吧？行，好，好，小童，你那个扔他干啥？把这边的扔了就好了。这个捡什么玩意儿？捡不回来了。冲动，来，主动放弃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出发。太贼了，太贼了！我这身体已经吸收不了更多的水分了，过饱和了。假模假式的，还是给他们来一。你那个都冒出来了，都冒出来了。咱们稍微量一量长短好不好？来来来，你吃一股了，吃一股了，你这都冒出来了，这。不行，哥，给我，给我啊！这根更长，不是，这里面有土壤是咋的？这长这么快呢？这来了最后一首歌啊，肯定是一首拼手速的歌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唱。周华健，是周华健，快快快！朋友，这必抢哦，请出歌。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，一杯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。接过，还有一号车，还有梦，还有伤，还有梦。
冲。错了错了，自己盘懵了。还有伤，还有梦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没有还有梦啊。还有水，还有老鼠爱大米。还有伤，还有都还要走，还要走，踩文筋，还要走，还有我。最后确定的答案是。还有伤，还有痛，还要走，还有我。对了吗？这还有梦吗？来，请听答案。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。还有伤，还有痛，还要走。综合这个环节，两队最后的得分，一二车和三四车加在一起，最终获胜的是王牌战队。接下来进入的这个环节叫荒野呐喊啊，暴走唇语的一个升级版。中间那个人呢负责猜，他的头顶正上方会给出词，队友都是看得到的，然后每个队友会有五秒钟的描述时间，如果五秒钟之内能猜出来，接下来会换词儿，如果没猜出来，下一个人描述的还是同一个词。OK， 明白。所有人戴好耳机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哦，我来了，要说沈腾。什么？你不能直接沈腾，你不能直接说词儿，你要说一些相关的内容。大点声，200亿，200亿，票房，票房，200亿，200亿，票房，票房，沈腾。谢楠姐。啥？她老公跳楼。谢楠姐她老公谁要跳楼？什么搭台？你们俩要跳楼？什么搭台？台什么搭台？踩什么？演员，演员，演员，谁？演员，动作演员，打拳的演员，贾玲。哥哥，这一顿小炮拳。打拳的演员贾玲。流浪地球二，你徒弟吴京。吴京，你我，你跟他，你跟他，我和他，你跟他在军医的时候是什么？啥啥听不见。你跟他，我和他怎么了？在军医的时候是在啥玩意儿？两个字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始终也不愿意再提起。你动嘴，你别老挤眼睛。军医，敬礼。有两个真正的。啥？是杨洋和谁呀？杨洋和我。校草，校草，校草，军医校草。三个字儿。三个字儿。锻炼，锻炼多了，锻炼多了，分泌，分泌个啥？翻跟头。啊？翻跟头。什么？翻跟头啊？什么？到底是谁在猜？村口两个老大爷的聊天。
你问我这啥呀？你说，运动运动，举重举重，啥？跑步，分泌分泌啥？运动会，啊？运动会，什么？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你心情很好，哈哈哈乱笑的时候会分泌什么？相声。不是，就是有一种颜色。什么呀？听不见，傻子要哭了。太难了，这题对他来说，这有点难。今年，什么？掏，分泌，分泌，全在分泌，分泌身体。什么？运动，运动，运动。哥，你平常健身吗？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他不健身吗？练肌肉，举铁吗？举重。健身的时候会分泌的那个。一样的，分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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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分泌什么什么？汗液，汗液，我分泌什么啊？啊，多巴胺。哎呀，叫小宋，一个明白人。时间到，可以摘了，可以摘了。拿瓶水。我们看你们都看累了，真的。啊、那个多巴胺、啊，沙哥那个多巴胺，他还说就小宋说对了，其实小宋说的和前面每个人说的一模一样。他说的呢，一样呀、啊，但是你就猜小宋的。人小宋啊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这个口型好，口型好，口型好。好，下一个腾哥来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老累了，你快试试吧。有难度哦。三个字儿，仨字儿，第一个字儿，吃，爬了。第二个和第三个是盖，盖饭，盖饭。第一个字儿，第一个字儿吃，成，咬。刚刚那个字儿对了，但是是后面两个。你往死里喊，你往死里喊，我兴许能。嗯，你的弟弟，你的弟弟，啊，你弟弟，我弟弟，我弟弟啊，三个字儿，华晨宇啊，后两个字儿一样，范丞丞啊，哦，范丞丞，已经对了，再说一遍，他说对了，可是华华听不到，范丞丞。对呀、啊，我都听见了，我都听见了。他的好朋友也是歌手，歌手，哎呦，歌手，歌手啊，他的好朋友，他好朋友，对，他晒黑了，健身。青岛，青岛，青岛。第三个，整迷糊了，这整迷糊了。青岛的有个多巴胺朋友，多巴胺，还多巴胺呢？唱歌的，唱歌的，唱歌的，从国外回来的，国外回来的，国外回来的，掉来了，仨字儿。掉来了啊！第一个字儿啊！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颜色。等会儿，等会儿说啊！第一个字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再试试试试好。你说那不是黄子韬吗？啊，对。小宋，七个人，小宋，七个字儿，五个字，五个字儿，小宋的七个人。现在这个歌啊，特别顶。小宋。歌的说跳舞五个字，他们一起的七个人。时代少年团啊！你弟弟，又是他弟弟。你的弟弟，下去。弟弟，你弟弟，我弟弟，对，王牌里的。
王牌，唱歌，唱歌的，我弟弟唱歌的。总共就俩，你猜是谁？花花，这我外甥。换玩法了啊！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抢答环节。如果说本队答对，对面四个人集体惩罚。OK， 本队了，我们是一队了。你拍哪儿啊？抢答？举手，举手啊，举手啊。这个是接歌词。哎呀，我歌词这。准备好，请听歌。我们说好不分离。没到哪句，停哪句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来。是杨幂的歌吗？好像是。电影的歌，郭京飞第一个举手，唱不行，只能你自己作答。你举手了，下一句是三。全世界背影，全世界背影。你耳朵也不好使，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在提示下回答错误，全队准备接受惩罚。你干什么呀？玩玩马开心。三。二一开始。哎雷啊，郭京飞那碗水好像有点大。这样啊，京飞，我让小杜来告诉你正确答案。小杜，小杜，来喽！播放时间主语。就算与全世界背离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。我刚才说的什么呀？你说的一塌糊涂，反正。来，请听下一首歌。我也送你远方来的诗。我会，我也会，我也会，我也会。也许。杨迪第一个，我的爱未眠。是，我觉得是腾哥是。哎，我都没宣布，花花已经开始喝了。回答正确，王牌家族准备三、二、一，惩罚。哥你好干，我水确实不多，我水确实不多啊。腾哥，你跟我反差是不是大了点？你有点太干了，腾哥。干也没干。你看看我，看看你。你们看看杨幂两轮了，那脸都快裂开了。天天就盯着你们腾哥。好，准备了啊，下一首歌来。我是一句不会。来，杨幂。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？哎，这跑调算输啊！我们就这调，怎么样？就是这个调。回答是正确的。别喝了，王牌家族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整盆水。小童，
的眼前下雨了。好惨烈。哎呀呀，不行不行，脑子里进水了，不行不行。全扑我耳朵里了，小童。看到没有，王败家族逐渐疼了。终于不再是你欺负小童了。太敬业了，贾玲姐，你就没干过。我不是敬业，我不知道这游戏应该怎么躲避它。提醒一下大家，这个一碗水倒到脸上下来以后，一定要注意一些护肤，对不对？我都是针对自己肌肤问题定向护肤的，因为有的时候盲目的护肤其实对皮肤伤害更大。对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的护肤产品，蔓之颜 Skin DNA 原液，它的核心呢就是告别盲目定向护肤。快过年了，大家一起跟着蔓之颜美起来吧。好，所有人请听歌。唱我是吧？我来。可是你却并不在意，你不像是在我梦里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。回答错误，不出。问我到底爱不爱你？回答正确。耶，可以。花花，喝饱了吧？快。花花的方式是喝一点就可以少泼一点。花花，花花就像一匹骆驼一样。你这朵花一定会长得很好。白喝了。还好我的那碗你没喝。来，准备惩罚。别耍呀，腾哥。嗯。哎，那不行，哎，这。不是，给人撤了干嘛呀？三、二、一，惩罚。你是不是也泼了刚才？我们俩终于成长了。准备啊，请听歌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。别，你会吗？离愁能有多痛，能有多浓。腾哥第一个举手，你唱。不会。为什么？哎，这一碗水可得多评啊！惩罚，惩罚吧，一定是要惩罚的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他俩都干了，我俩晾干了，那是人家有实力呀、啊。秘密一直对呀、啊，秘密，你唱一个正确答案给腾哥听。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你是想泼我，所以故意抢了这道题。王牌家族惩罚三，等一下，嗯、啊，没你事儿。我想问一下腾哥啊。你这一碗水你怎么两边分开的洒？我一把一把的。腾哥，咱们有
有冤报冤，我一直没泼过你啊。你确实离我太远了。准备了啊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他把我们队也泼着了。我腾哥，我看着腾哥的水，哇！玲儿，哥对不起你，玲儿。我听不到你说话。哎，我下去的同时，我感觉有人抽了我一巴掌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抡过来甩过来了，刚才，这太可怕了，腾哥。不是，我想泼花花，花花这儿蒙着，我想这样来泼，全泼贾玲。贾玲姐刚起来一下，她呆了，整个人。贾玲今天是最守游戏规则，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好。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给你的掌声，掌声，掌声！你看一看，你看一看，大家在做什么？哎呀，没想到第六季的第一期《王牌家族》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。这么说吧，杨迪做好准备，我可能支持不到全季了。随时待命。我们也请王牌女郎狒狒用 vivo X60 系列手机全程抓拍精彩画面。最后一题，我们就留给王牌家族好不好？啊，我还没有还腾哥一把。来，所有人，请听歌。爱我所爱，无怨无悔。腾哥，哎妈呀，不知道。啊！我们可以下来了。腾哥，四个字，众叛亲离呀！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腾哥。哎呦，哎呦！没想到第六季的第一期《王牌家族》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。这个环节答对更多的是小说家队。哎呀，全靠秘密，真的全靠杨幂。椅子还没翻呢，我这还有水呢。哎，那请腾哥吧，我要求就是，我觉得可以当着二姐的面唱一首歌，唱那种一听就不是我会去唱的歌。我一唱，完全不是应该你唱的，那不就被发现了吗？所以这才是任务啊，就比较难。我天哪，这有点骗不过去吧？可以结束了，这是巴图吗？巴图，换一下给丹丹解答。多少钱办的 AI？ 这是办的年卡？这是小板，你坐这儿，我看你像不像？都试一下，都试一下，来，都不行，不是太假了。哎，他还行呢。哎，你还像一点，你还帅。
关键就是底子，底子。给我瘦个脸，瘦完脸再不像，可就可埋汰人了啊！这是今天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要瘦脸的一位男士。瘦脸是把每一个瘦脸都拉到了最大了。不行，还是不行。来，我就说我是花花，我看二姐能说啥来。主要腾哥那个脖子上两道有点出卖了。下头。站着上。哎，好点好点好点。你来了。二姐啊。谁呀、啊？你怎么那么像腾哥啊？完，结束。底子太强大了，这底子。我祝福吗？哎，你是花花吗 ？Hello。你怎么那么像沈腾？你这瞎扯了，你现在能看到是沈腾来。还老保持侧脸呢，还信眼哈，挺执着。你这本儿也太沈腾了吧！阿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咋的呀。花花，你这特效吗？什么是特效？你信念感真强。特别好笑，特效。你在干什么，华子？皮儿子，什么？刚才你说什么？华子？你在干啥呢，华子？我是华子，我是华子，我是华子。华晨宇啊，华子。哎呦我！我就说你，哎。我看我哪能那个把我自己还原了出来啊？咋呢？录节目？录节目呢？哎呀，你到录节目，他那个是换脸。你说你俩图个啥？哎呦！40岁以后的华晨宇就长这样了。不走了、哦，想你哦。阿姐，拜拜。问啥呀，你俩？拜拜拜拜。失败。大概撑了2秒吧。不是，那不赖我呀，你 AI 技术没到那儿。主要是腾哥的脸都被 AI 盖住了，那边说是沈腾吗？底子太强大了，这底子。不是，这我都纳闷了，这咋能看出是我来、啊？气质，就腾里腾气的。目前还没有不露馅儿的呢。我没露馅儿。确实，妮儿姐那个确实还有一点点像。腾哥，你想打给谁？我啊，打给程程吧。花花，花花可以打。行。让他教你唱歌。他教你的过程中，你突然飙一个你的那个特别标志性的那种高音。给自己扬名了是吧？像个摇滚歌手。啊，这样的，宽一点。抬点头，下巴颏那个大点。哎，行，还是挺像的，就像瘦了的。这样是不是显得宽一点？哎，这样可以。哎呦，这可以，这样可以。来，什么表情？范丞丞好像他被 AI 了。吐槽呀！吐槽呀！你们俩太夸张了。没玩啊，陈哥。说实话，吴彤的节目的应该是内容应该都是大差不差的。现在玩上 AI 换脸。他说啥？现在玩 AI 换脸。你说啥呀？我咋听不懂你在说啥呢？说实话，第一我哥没这么瘦，第二我哥的发量应该也不会有这么多。给你一顿埋汰。我觉得哥这戴的是发套啊，我拍戏呢。老弟啊，我那个要去录那个王牌，你也知道哥不会唱歌呀，你不是歌手吗？教教我。好懵啊！王牌现在都这么疯吗？教我两句呗。哎呀，你想学什么呀？我老哥，太年轻的歌我也不会呀。说话。程程都无奈了。
哥哥，哥哥，你谁呀、啊？哥哥，你到底谁呀、啊？我是你哥哥呀。刚才说发亮的事呢。好好好，各位都听见了。程程，你记住我这句话，你到我这年龄时候，你要不往后走十公分，你等着吧。你要不要上去试一下？腾哥，你让沙溢试一下，可能贼像你。灵的神，他不是腾哥，见你呢，这才是腾哥。这发型一看就是沙哥，沙哥你下去吧，沙哥。救命！太吓人了。这个是腾哥里边透着沙哥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内蒙哪个串店的老板？好香，好香，少数民族。行了，客人让你烤馕子去吧。我也好想试一下，我好想试一下，你也试一下，你也试一下。炸！哎呀！真的吗？太好笑了，大晚上的吓死人了。哎呀，哥，哥你来了，哥。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哎，我来试试，我来试试。旗袍疼。晨晨，把他们告了吧，太吓人了。这大半夜都不睡觉的，那变疼哥。我老公衬衫上的口红印是你的吧？怎么了？嘴型对上了？你有意见吗？我警告你啊，不要仗着你年轻漂亮身材好就为所欲为，做那些出格的事情。看来你对我的认知还挺清晰。你是谁呀？凭什么过来教育我？我是谁？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是、哎、不这咱不用真打了。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是谁。讲得挺好，讲得挺好，挺好，对。太难了。下一轮，腾哥和林姐，这样啊，林姐和腾哥来一轮这个升级版的，用泰语的调调来演绎告白的场景。万一笑场，万一眨眼，都可以破水。泡你拿水杯拿得多早，我太早了。生怕错过了。他们俩已经进入了这个防御和进攻的这个态势。来，预备，三二一 ，Action。灵儿卡，想问你件事儿卡。奶。谁奶？奶就是妹。妹。如果在我和刘德华之间开。不是，你是泰国还是河南？如果我和刘德华之间奶，必须选一个奶，你会选谁奶？我口渴了，我要去买水喝。
哥，这眼睛是睁着的吗？眼睛都没睁呢。腾哥眼睛睁开呗。没有啊，睁着呢，睁着呢，已经进入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。如果要是我腿先不行了。你闭着眼。我都没舍得泼你。自己炸了自己不知道啊。威我威我。我们接住你了，威我。小宋快跟你哥一起拿这个 vivo S12 全面出色啊，来拍张照 来这时候看看我们俩还能不能拍得很美。vivo S12 系列前置5000万像素，还自带柔光灯，拍照又清晰又自然，淋水也能拍得好看。哇，来吧来吧来吧。哇哦哇哦，拍得多水灵。下一组是金靖和小宋啊。哎呀，你们的剧情是这样的，你们俩呢是同班同学，完了小宋对金靖是一直心生爱慕，但是开不了这个口。在一节体育课上，你们刚好被分配到一组，互相帮助着做仰卧起坐。不是，等会儿，谁追谁啊？他又追你啊！天哪，追你的人可多了，你可千万不要被骗了。那不还是你毕业了？现在那些狂风浪蝶都扑向我了。不，我的那些狂风浪蝶都跟我一起毕业了呀。都被开除了应该。来，预备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哎，你帮我压一下腿。哎，我啊，是你。我有名字啊，静小姐。哇哦！能不能好好做？我要想好好做，能把你吓死。这就这就想吓死我。我自己放。哇哇哇！不是，这个游戏确实是没人玩得过金靖。咱们给金靖一个小小的特写。我根本没有演黑和演白呀。我看大家都演得很好笑，是不是我们俩刚才那点有点正经？你再来个搞笑的。来吧。有啥人物关系吗？我们，你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，你在海边跟你的那个前女友和我的追求者，哎呀好详细，再见。是要哥们儿是吧？要前女友吗？咋的，四个人泼是吧？四人一起泼好不好？四人一起泼行啊。那怎么盯呢？互盯。啦啦啦啦啦啦，队友之间也会泼啊。好，四个人玩互盯。我在干嘛？你是我的追求者啊。哦，然后你俩现在处对象，然后他是我哥。哦，我从后边抱着他。哥，是你吗？
然后你就看我，然后他俩就开始看我俩。你干啥呢哥？我你抱完你哥完我误会了。我误会了，我以为你抱别的男人呢啊。你没误会，是一对儿啊，那没事儿。演一个偷窥者。来，预备，三二一 action。 真高兴。啊，干什么呀？我要发脾气了。真的吗？对呀。那我就不会生气了。哥，哥，是你吗？哎，莲儿，你的水。水车来，你居然看，你居然背着我抱别。可是你看清楚啊，这是我哥哥。原来他是你哥哥。这回贾玲拿着，咱们谁互相这样看，谁眨眼了你就泼谁，好吧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咱都不眯眼睛。来接一句台词，恩熙。王牌家族接受惩罚，稳稳当当，稳稳当当来。什么东西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工作证，这是我们工作证上的那个东西，什么时候好走的？刚才谁落我这一个工作证？腾哥跟我说稳稳当当的，不用抢，我就没抢，我们俩往这一躺。不是，我那节奏该后来应该变快的。下不为例啊，下不为例啊。哎，子怡姐获得答题权。妈呀！南屏晚钟。南屏徐小凤。什么？回答正确。子怡姐，哎，你看看看人家子怡姐这个格局。好了，接下来王牌家族内部将会产生。第一组被淋水的队友，请听歌。这什么呀？你说花花获得答题权。纸人花。梅艳芳。不是。啊？怎么说的？就按咱的剧本来的，哎。啊！快点把伞用上，快点把伞用上，怪不得把伞给我。真舍得用吗？还是还给子怡姐？此时不用，更待何时？回答是。回答正确的，开始惩罚。嗯，呀，
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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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这个真没用啊！怎么还反而把水都聚到一起了？感觉那个水都成一个水柱了，从那上面流下来。接下来，马上进入听歌接歌词，以家族为单位了。啊，以家族为单位。这嫌弃我的有点明显了。以家族为单位，我希望某些人不要拖后腿。说你呢啊，玲姐那么爱你，她也一样点该点的，你说点的你，请出歌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。集中，腾哥答题权。是不是不是啊？啊，光负责抢啊！地中曾被爱的舞，哥，你前面跟着唱是咋那么欢是吗？三，地中被爱过，二，地中曾被爱的舞，一，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地中曾被爱的味道，回答。回答正确。他还笑，鼻姐还在笑。别笑，被你开心了不是？哇！我情商不够。不是他在哪儿找着个盆儿啊？月月这什么盆儿啊？刚才就放那儿了，放道具啊。有盆儿。整点人欧美歌他都知道，中国歌他不知道。别太欺负人，放两首什么什么爱丽丝啊什么的。不是欧美歌也行，欧美的，对，欧美的。是，我咋觉得你适合东北的呢？欧美的。来，第一首歌，请听前奏。哎，这个太明显了！完了完了，我抢了，我抢了。朗朗啊，是花花先抢到啊！哎，这个太明显了！完了完了，我抢了，我抢了。朗朗啊，是花花先抢到啊！不会是野蜂飞舞吧？你说对吗？这我们年纪大了，反应慢点，是不是给我们减点时间啊？哇哇哇哇！嘉宾队接受惩罚，三二一，惩罚！啥呀这样？这怎么当闪使啊？小明哥损坏道具是要照价赔偿的。哇哇，小明哥这也太惨了，这个。呀，小童那放的是啥呀？不会是香蕉吧？我们来听第二首歌曲的前奏。这像寡妇村里的村长。没有，有钱的张姐。异动的心，
哎，开始了。嗯，异动的心会哼吗？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。你看，都是你在那儿。不是，我以为背景音乐呢。那是不是异动的心？我们来听一下。曾经以为耶。Yeah!异动的心，异动的心。恒哥，你得拿着你的伞，我这不是把伞。三、二、一，惩罚开始。揍你！还真是个小娇。这没事儿。不行！哎呀，哎呀，真是拉倒。反应好快呀、啊，咱们都老手了。哎，怎么了，他哥？看到了吗？这是我们的那伞。这是我们的，我们这是我们。啊，这是花花，这是花花。对，这是王牌对王牌的定制款的漏洞伞，但其实它是不漏的。哦，做的像补丁而已。好，还不错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改变玩法了，不是猜歌了，是接歌词。接歌词的，现在再见了。再见了。我每一句后面都摁。不是了，再恢复。准备，请听歌。用心挑送你心酸里歌，帅一下，完事了，准备吧。我又押题押对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就知道他这句该停了，就剩一句了，还不停啊？到底对不对？用心挑送你心酸里歌，肯定对。花花能嘚瑟成这样，你觉得那这题还有跑？应该是对的。回答正确。我刚说完回答正确，吉娜手已经妥妥的摆在那儿等着了。惩罚。你手摆在那儿有什么用？快拿下来，别窒息了，潘叔。干嘛整了个这个？我是有备而来。没说完。